暑假就快要到了，我猜很多家长现在应该都在为孩子规划暑假活动吧。没错，许多国际学校呢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他们的夏令营哦。而在吉隆坡国际学校 ISTL 这一次呢，可是带来了一场难得的对外开放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学校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为您的孩子呢提供了一个结合了结构化的学习和探索性体验的完美组合。我们准备让你的孩子呢沉浸在一个世界一流的英文环境中，与小伙伴们一起度过一个充满互动和乐趣的一周。那 ISTL 国际学校呢，是一所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知名国际学校，成立于1965年，采用的是美式和 IB 课程体系。那我们的校园呢，就坐落在吉隆坡安邦使馆区，是马来西亚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之一。那目前我们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接近1700名的学生。我们全新的安邦使馆校区呢，是亚洲最大校区之一，拥有先进的体育设备，包括篮球场、台球场、多功能球场、奥林匹克的跑道体育场、网球场和水上运动中心等等啊，那包括学习游泳比赛等等的奥林匹克泳池。这一次活动呢是专为3到12岁的小孩量身定制，时间呢是7月1号到5号。3到4岁的孩子只需要750马币，而5到12岁的孩子则是1500马币。那我们提供了高达40多种令人兴奋的活动，激发小孩子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在团队环境中呢，小朋友可以学习沟通、解决问题、领导和互相支持，来体现团队合作能力。那不论他是对于艺术还是运动还是手艺设计有兴趣呢，这个夏令营都可以满足他们。欢迎让小孩来马来西亚参加我们 ISTL 的夏令营活动，我们相信可以给你孩子留下宝贵的体验与回忆。如果日期不适合你，别担心，我们在来临的7月跟8月呢，还有 BSKL 和 ISB 的夏令营，期待与你见面。我们马来西亚不见不散。